很多人都有皮肤敏感，而且富贵手的问题，都来自这些日常的清洁用品。那一个清洁用品，它会不会伤到我们的手？最主要你就要测试的就是它的 pH 值，OK？太酸性、太碱性，对我们的皮肤都不好。这里有四杯水，我们来测试它的 pH。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属于中性的。那我们就来看一下，一般上市场上的普通的日常用品，例如洗衣粉。那漂白水也是很多人常用的。那一些人会用这个来清洁他们的马桶。那当然忘不了的就是我们的 MPD 多功能清洁剂。所以测试的结果会是怎么样呢？我们首先先来测试洗衣粉，它是属于碱性的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测试的就是漂白水，它更碱。所以想象，如果你有很好的衣服的布料，长期在用这些日常用品的产品过程当中，第一点，它会沾到你的衣服上，然后当你流汗的时候，它就会跑到你的身体上。另外一点，它而且会损伤你的布料。那我们来看一下。这个清洁马桶的用品，哇哦，它是非常酸性的。那最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我 Forever 的 MPD，它是属于什么 pH 值的呢？它是属于中和性的，所以呢，MPD 它不止不会伤手，而且会保护到一家大小。MPD 你又可以拿来抹地，从户内到户外，所有跟清洗有关的，你都可以使用 Forever 的多功能清洁剂 MPD。Thank you.